2016年的最后一天，歌手王清带着自己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《十二月》与乐迷见面。这张专辑一经上线，就得到了粉丝们的热切支持。作为歌坛新人的他，将自己对音乐的热忱和感悟投入到了这三首歌曲当中。活动现场，他就与歌迷分享了专辑。